李瑶告小 S 这一波波的口水战呢，现在连这个豆导钮承泽他也加入战局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李瑶他只是最近他又开炮了，他说本来要请王伟忠来谈判，结果反倒因为王伟忠一直闪啊，一直躲又退通告的，所以他现在放话他说要告王伟忠妨害姓名权了。而不满李瑶炮火连连，所以导演钮承泽他也开始加入了这个炮火战局。他在微博上是轰李瑶说你太浪费司法资源了吧，而且呢是面目狰狞。不过李瑶他反呛钮承泽，他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人。